Ciao ragazzi, sono Lucia e vengo da Cina, Pechino. Sono una studentessa, ho 18 anni, studio in Italia. Ni hao, Gia. 在中国，LGBT 的情况怎么样？目前来说，在中国，民众对于 LGBT 群体的包容度在逐渐提高，但是。很遗憾的是，政府对于 LGBT 群体的包容度在逐渐降低，法律上的支持很少对于 LGBT 群体。相对来说，对于大的城市或者高素质人群，对于 LGBT 群体的包容度会相对较高，而在低素质的人群里，也就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或者乡村的人口里，包容度会相对较低。好的，是否有法律保护那个受到歧视的人？很遗憾的是，目前来说，中国并没有针对于 LGBT 群体和歧视者的相关法律。好的，你的自学路径有没有困难？我是没有遇到困难的，但是在高中的时候，大概我就很清楚什么是 LGBT 群体，以及我是谁，我是一个 lesbian 这样子，然后非常的清楚。我周围的环境和我的家庭条件很不错，所以他们的包容度很高，我没有受到任何的歧视和阻碍。好的，在中国是否存在负责生成 LGBT 人的权利支援者协会，有吗？是有的，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是有这样的志愿协会和法律保护协会，就是一部分人负责志愿活动和宣传科普，然后还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受歧视或者受到暴力的 LGBT 群体的人提供法律保护和支持。你注意到意大利和中国有什么不同的，什么区别？我觉得意大利和中国的区别主要在于法律上，也就是说，在意大利的法律里，LGBT 群体是相对比较受保护的，而在中国没有特别针对 LGBT 群体的法律。然后在中国，LGBT 群体目前在法律上也不可以结婚。好的，谢谢你，再见。好。好。